以后这里就是我们温暖的家了。就是那个黄老师啊，他也是刚来的，来没有一两年。我去年啊才跟他带过同一个班级。我跟你保证，他人很好。这样，这个没人了，我帮你做。很棒吧？那我们什么时候来安排约会一下呢？可是为什么要送礼？送礼就是对的吗？人情义理，你懂不懂啊？你说你家是做生意的，怎么连这点道理都不知道啊？啊？哎呦，你不懂啦，事情对不对啊？都在我们心里有一把尺。不了解别人的处境，你就没有资格说别人。捏我捏我，看我不动。捏我捏我。会痛，这是真的。我们有小孩了。我要当爸爸了。嗯，还是你是狗子爷呢。看起来就狗子。行爸爸，行爸爸。哎，拢行。你讲这囡仔哦，恁两个有点拢有。将来哦，一定足水，足有人缘。对，咱个。我爸爸嘛听你讲哦。啊。为什么名啊？而我也应该跟他好好学习，把这样的精神落实在教育上面。